你做嘛做？你人偷看咧咧，佮伊困咧时，边边佮伊甲比比个，甲你古早人个查某啊，头壳白着，啊有包啊，后壁有包啊，你话，甲你属于古早阿婆个种形体啊，啊徛伫咧即块啊咧呀，啊甲比啊咧，啊甲讲啊咧。Hello， 大家。那今天来到宜兰，除了要去三清宫之外呢，也要来跟大家介绍，我觉得在宜兰蛮特别的一间庙，叫做大隐钟馗王爷庙。要起来，我这边是拍基础，先有先教。一般庙是先有金尊，再有迄个先教，那是先有先教，啊，再慢慢啊，再开始有金尊。因为我拄只有看外口迄块，原本是讲恁敢那是新将会嘛，原本是新将会啊，就是叫起庙安尼。起庙感觉新将遮济呢，啊，这嘛是属于民俗文化一块。啊，以后即个新将要住伫倒，无位啊，啊，就是甲想办法，一定要甲起一间庙。哦。哎，再发到留流传到下一代，保存这个文化。因为这里很特别，就是。我是第一次看到钟馗王爷神像，啊，还有妈祖娘娘的神像，啊，还有地骨座，因为咱七爷八爷，还有我将军吼，咱拢平常拢会使看到，啊，这就是我感觉足特殊的安尼。一般的配属神吼，嘿，要看的机会较少啦，你要看主神的机会较少。啊，因为咱头一个开机做的是这尊钟馗王。最刚开始为什么会？有这一尊钟馗王爷的神像，这个吼，本来是啊刘备这尊地骨座，看到是一个会，全家五官圣地进会。啊，那这个地骨会就是每五年都爱留一摆，啊，然后啊老爷就是爱去人吊神像，啊，爱去聘请人神像来去啊。哦。啊，不要怎啊就啊那边有聘请，无那么是去到参加将军会啊，是吼。哦。那边有些嘛，别啊不要去参加七年八年会。我去罗东小外面参加七十八年会了，啊，就啊对这个事情开始产生兴趣。啊，从我咧伊拉就是去斗鱼啊，啊斗鱼啊，遐主要就因为伊拉少年拢有一挂遐个性，甲老伙仔较意见较袂啊，一日是讲要出来。遐主要咱嘛是讲即个伊拉变歹，去外口流头了变歹，变哪走？哦，啊无回去住厝，整一厝啦，归下来伊啊，啊不去啊。城隍庙、城隍老的清洗，那时候我是县外将军议会总干事，是，啊，带阿囡仔去清洗城隍老，啊，小阿妹那个，啊，不是，三个辈都讲装配的过来去，就是啊，你来。我那动车就是你决定伫咧家己厝，就是怕小孩子出去外面可能跳这些会学坏，哎哎，就是爸，身为爸爸就觉得说，不然自己吊一个神像来。阿囡仔把那个艺术给用得上了。哎，这尊神像，这尊钟馗家己造是迄四个囡仔做的。我以前本身我是今年铁工厂，啊，这个囡仔拢去一个喜欢小弟啊，两个我的大弟啊第二个，啊，一个喜欢厝边啊，大家拢有共同的兴趣，啊，拢同齐对我去七个八个会啊，啊，大家拢学到真厉害，但是都不是无花费空间啊，到尾拜庙时，为老爷的拢坐一拜，啊，现在拢无花费空间是。现在就是要出来，自己家有发挥空间。哎，就是，因为就是最主要是阿里来，阿那就去，阿尾啊，话来讲钟馗王爷来了，阿先做一尊钟馗王爷，阿开始到周边来配上戏，到海内路戏。你比如这个海内路戏真是阿里哦，以前蛮皮包一块木木婆，特别老几年是木木婆皮。哎，左右这两尊，那是文德圣君韩嫣的，阿父亲就是。有德正经，伊个向做那钟馗，人讲照伊个历史观，讲是伊死后了来阴曹地府哦。伊个都是讲要收集那些哦阴曹地府遐不干净的遐妖魔鬼怪啦啥遐。阎罗王伊才讲，阴曹地府自有阴曹地府诶即，比如讲县外交接的文武婆啦啥，有这样的管理啊。凡是人间的一挂这邪魔歪道，这无一个正直的人来甲管理的时，是不是按照派伊出来迄落？派出来了，那属于文德武德，那是阎王赐予伊。
啊，行到田的时阵，碰到迄鸟鼠啊，啥什么什么田鼠哦。啊，伊就阿讲，伊要做伊的前方歌，就阿变做蝙蝠啊。哎，伊前方歌了。那咱讲有的是讲，气味是五红啦。是。有的歌仔来讲较歹听，讲五鬼较歹听。啊，每个人就讲，所以会变讲。五只蝙蝠啊，那即摆人就是讲解释讲啊，五虎将军，安尼就是安尼来，迄历史就是安尼来。啊，目前讲最多就讲迄个老大啊，老二啊，第三老四，他调皮，伊较细汉，伊来第四讲老五嘛，伊较活泼啦，嘿，较活泼。啊，即摆就是钟馗王敢阁有出去吗？一少啦。伊把顶年那个台南民间艺术协会哦，是，那个理事长陈老斌又来邀请来去台南万圣节嘛，去表演安尼。所以有人邀请，咱嘛是爱跋杯清洗。清洗伊会使再使，伊若无要迄落，伊无要行咧个清洗的，伊来去嘛是无法度。来一下，这尊老祖吼，老祖的特殊就是这尊，遐阵啊，我伫福州民宿，哦，过海关硬挂倒来，啊，结果倒来才开工了后哩个，开工了后，他民国87年，我老母，那阵我就毕业来第三期，我电疗甲化疗，电甲吹到，吞面叫拢食面了，哎，都是成绩安尼五，伊是五月初三，农历五月初三生。我他四月底去啊看，那个啊就新闻社搞的物件，啊结果遐阵啊我来看是讲，所谓金尊，那边你那边垂西高来讲吼，是不是金尊头到尾拢会西高嘛？无可能讲，单单垂这个位白白啊咧，伊拄啊开的内底规拢白，伊讲一位垂底拢白，要怎啊？我人真袂错，我怎搞了？伊那方比较吃掉。那就是我的性格，我知我性格好啊，我可以买一点。所以以后是七条以后就较好啊吗？伊嘛较轻松，啊，迄个就渐渐啊，哎，即个赤条啊，不是讲去雕刻长沙，那赤条啊就淡淡，已经是财政一段时间过啊。啊，我84年赤条啊，到97年已经83年啊，你查了嘛，打去啊，那可能讲要怎个成果？像这个物件的神机啊，你得少。感应的，咱讲不出来。这老祖伊安尼，伊捌甲我保庇过，这我袂记晒啊。有经验过人就了解。你像我即摆诶物流吧，来这迄边诶物流吧诶啊，迄是因迄个家己调查局分流出来。啊，不过伊又讲，即阵是伊迄边诶老妈祖，啊来对我倒来庙。即阵老妈祖啦，伊讲是讲真侪年啊，上少有啥50年起跳，即阵是老。你做妈祖，伊也偷破咧咧，嘛无人知啊，嘛无人知伊偷破咧啦。哎，你破咧吼，伊爸讲，这是本天得来要好伊个，哎，都无破啦，可以拄啊底。这阵偏偷这，偷来这阵来破咧，到笑亏，这个主要连这啦，这是本天得来啊，为一百块一条，你无人是咱家己做，嘛无人知藏在迄个拄啊底啊。上爬的那个，所以伊可能是明白讲伊个比个，啊，你古早人个查某啊，头壳白条，啊有包啊，后壁有包啊，你话，啊，你属于古早阿婆个这种形体啊，啊，徛伫咱即地个咧啊，啊个比个，啊个讲啊咧，伊咧叫我个爸爸，伊嘛，迄个人个起码目前拢也过唔得来滴，伊最新个这无错，但无错是伊拢包在我买38块你38块。开始我就到参加新教会，就是一直去做。你要知道，我有一个好的。啊，如果要老钱，啊，就一直安尼落，啊，再多一点花枝，一点再参加新教会。哎，那要讲历史就是安尼来，因为历史就是安尼来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订阅、按赞及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